这就是 Tesla 的产品特色。对啊，这是产品特色，没有这个就不叫 Tesla。你要看它新款就比较没这样，他们送就是。对啊。你看它的缝。哦，没有，它变成凹进去啊，你自己摸，它变成凹进去。哦，这边的比较凹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是凸啊，那边是凹。哇。这叫凹进去。这边是凹。对啊，你看，这就叫产品特色。啊，这是产品特色吧？哦，这是普通的品质啊。嗯，反正你又不会走到车外，然后开始摸，又没差，只要门不会掉下来就可以了。